色的长巷，聚光的照亮前方，张开金色翅膀，我们乘风而上。好剧精彩追不停，下载这时代乐章，双手准备鼓掌，电视隆重登场，一路全部点亮，越过舞台中央，平凡你我之间也燃起了的梦想，向大家发出一份深情的祝诀，邀请今夜你我同行，当时仰慕之心，青春的号角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迅，朋友们晚上好。朱迅老师好，欢迎您时隔四年之后又次回到我们的金鹰节。当然回家一样。是的，非常的开心。本次晚会呢是由3.8克乳蛋白、1.8倍的鲜活营养的经典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的晚会呢也会在我们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为您直播。我是湖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汪涵。我们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湖南广电全新的节目制作基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大道叫做金芒大道。金芒大道，对，太美了。是筑梦新时代，银屏奏华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本届金鹰节称得上是意义非凡啊。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部队正在集结。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电视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襄金鹰盛会，优秀的导演、编剧、演员，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打卡金鹰时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组嘉宾闪亮登场。有请。首先打卡金芒大道金鹰时刻的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演员张彤、侯金剑、马启月，欢迎各位。欢迎。永新导演是我们金鹰节的老朋友了，他曾经获得过金鹰奖。觉醒年代讲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我们三位年轻的演员张彤、侯金剑、马启月在剧中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作为年轻一代的演员，他们正在接过接力棒，胸怀国家与民族，为新时代电视文艺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谢谢，谢谢四位，请进入主会场。
各位，现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导演、总制片人李璐和演员隋俊波，欢迎！欢迎各位。电视剧《人世间》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这部剧吸引了全年龄段的观众。李璐导演创作了许多现实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他执导的《老大的幸福》曾经荣获第25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隋俊波在电视剧《人世间》当中饰演的郝冬梅，她的善良和坚韧温暖了无数的观众。谢谢，谢谢我们的导演和演员，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打卡金芒大道金鹰时刻的是电视剧《鹿山之歌》的演员焦俊彦、夏德俊，欢迎你们！欢迎两位。《鹿山之歌》讲述了大国工匠的故事，是一部致敬2亿技能劳动者和5800万高技能人才的电视文艺作品。焦俊彦、夏德俊两位年轻的演员演绎出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有力量更有知识的形象。在新时代，大国工匠值得被长久传承，也值得被更多的影视作品书写和记述。再次欢迎你们。现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新生代演员李庚希、任敏、吴谨言，欢迎三位。李庚希主演的《超越》是第一部以中国短道速滑史为题材的电视剧，任敏参演的《最美逆行者》讲述了武汉全民抗疫的故事，吴谨言主演的《上食》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中华美食的盛宴。电视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三位年轻的演员缓缓向我们走来，我们也看到了青年演员的未来可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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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好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两位国家一级演员，他们分别是饰演过70多次周恩来总理的刘静老师和扮演过多次朱德元帅的王五福老师。两位老师都获得过我们的金鹰奖，欢迎两位，欢迎两位老师。在今年的电视剧《大决战》当中，两位再次合作，又一次在光影交织中塑造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生动且富有魅力的形象，欢迎两位老师，欢迎两位老师。现在正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电视剧《功勋》的导演毛卫宁，还有演员倪萍，欢迎两位老师。倪萍老师也是我们金鹰节的常客了，曾经2次荣获金鹰奖。毛卫宁导演执导的《鹿山之歌》，我们这10年最近也正在热播。这次他执导的《功勋》入围了今年的金鹰奖。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功勋以首批共和国勋章颁发为创作背景，讲述了8位功勋人物的真实故事，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现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本次开幕式的特别嘉宾，欢迎著名导演刘国同、著名编剧王三毛、于飞。刘国同导演的作品《理想照耀中国》和今年热播剧《底线》，编剧王三毛创作的《山海情》用真诚讲好了福建帮扶宁夏脱贫的事迹，书写了原宁干部与西海固人民的命运变迁的史诗。编剧于飞创作了《巡回检查组》，用电视文艺的手法酣畅淋漓地呈现了人民的正义。欢迎三位老师，欢迎三位老师。
现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编剧王成刚，演员袁姗姗、沈梦辰，欢迎。王成刚的编剧作品有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鹿山之歌》《百炼成钢》，其中《江山如此多娇》以高昂乐观的笔触，讲述了湘西脱贫攻坚的故事。袁姗姗饰演的是主动下乡的扶贫干部，沈梦辰饰演的则是多才多艺的土家姑娘，两人扎根乡村，改变山村面貌，展现了新时代年轻人的青春理想。谢谢。现在打卡经营时刻的是电视剧《花开山乡》的演员王雷、李小萌，欢迎两位。欢迎。王雷和小萌这对因戏结缘的夫妻，出演了很多经典作品，这一次他们在电视剧《花开山乡》中又有精彩的合作。王雷饰演的青年干部带领村民们克服困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践结合起来，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谱写了一曲乡村发展的振兴之歌，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谢谢两位。现在打卡精英时刻的是青年演员代表张彬彬、郭俊辰、金汉，欢迎。欢迎三位。这三位青年演员代表分别在《暴风眼》《少年派二》《楚乔传》等电视剧当中有着精彩的表现，金杰也给年轻的演员展示自己的舞台，期待他们带来更多优秀的电视文艺作品。谢谢，谢谢我们的青年演员。谢谢三位，谢谢。好的，帅帅的，真的很帅。好的，现在我们所有的嘉宾都已经完成了打卡精英时刻，就让我们留下今年金鹰节最美好的时光。我觉得我们的七彩盒子今天晚上真的是漂亮，也是因为我们的金鹰盛典星光璀璨。我们现在电视的成就离不开每一位台前幕后的电视人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金芒大道的嘉宾入场仪式就已经结束了，请各位，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主会场。有请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迎春主持开幕仪式。第十四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坐下。首先，请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浩东致欢迎词。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江南孟冬秋意浓，芙蓉国里星光耀，我们相聚在美丽星辰长沙，共同见证
第十四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隆重开幕。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对艺术节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的各位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精英高飞，雄姿矫健。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广阔天空展翅翱翔，展示了中国电视人的光荣与梦想，见证了中国电视文艺的成长与繁荣，成为国内最受观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艺术活动之一。前不久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做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劲动力，开辟了广阔空间。我们由衷希望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出发，展现更多新时代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在新征程上越飞越高越精彩。我们由衷期盼以本届精英节为契机，与全国电视同行深化合作，携手共进，创作更多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干净有力的电视文艺精品，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让我们用理想和青春点燃今夜，让我们用理想和热情创造明天。祝第十四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杨浩东部长。下面有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胡赞凡致辞。各位嘉宾大家好，丹桂飘香，鱼米满仓，又是一年的丰收季节。在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之际，我们相聚长沙，共同见证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及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拉开帷幕。这是电视艺术界两年一次的节日盛会，也是广大观众的一场视听盛宴。非常高兴与在座的诸位电视艺术界代表，与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检验两年来我们电视人耕耘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电视金鹰奖是中国文联、中国视协主办的，以专家评审、会员观众投票相结合选举产生的常设全国性电视艺术大奖。自1983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的举办了30届，走过了近40年的光荣岁月，见证了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历程，推选出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培养推介了众多德艺兼备的电视艺术人才，引领了时代审美风尚。
自2000年以来，中国电视金鹰奖和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奖与节结合，资源共享，使得这一全国性的大奖品牌价值不断彰显，民族特色不断增强，评奖体系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期待本届金鹰奖、金鹰节将是一次引领时代风气、回应人民呼声的电视文化盛会。希望广大电视艺术和网络视听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坚持文化自信自强，自觉追求在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努力推出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建成文化强国再立新功。最后，祝愿本届金鹰奖及金鹰节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胡赞凡主席。现在，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红宣布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现在，我宣布中国金鹰第14届电视艺术节开幕。这里是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暨文艺晚会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是通过双平台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向您进行现场直播。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次晚会呢是由3.8克乳蛋白、1.8倍鲜活营养的经典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移动芒果卡也邀请电视机前还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观看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开幕式暨文艺晚会。亲爱的朋友们，80年前，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了正确方向。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明了道路。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我们电视文艺发展步入了黄金10年，也是创新的10年。这10年来，电视文艺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围绕重大主题和主线，打造出了一系列的文艺精品力作。现在广大的电视文艺工作者正在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踔厉奋发，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奉献更多更加精彩的中国影像。岁序更替，华章日新，
盛世开启，精英来矣。开始今晚的电视盛会吧！脚步丈量着时间与空间，更踏出了新时代中国奋力前行的铿锵。这十年，中国大地在伟大变革中焕新跨越。这十年，电视文艺在蝶变淬炼中锚定前行。脚步为敬，我们走入历史，追寻着先辈的峥嵘往昔，在红色信仰中共振着当代的青春脉搏。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脚步为亲，我们走进人民，奋进着时代的奔涌大潮，在逐梦前行中见证着追光者的闪亮梦想。脚步为起，我们走向生活，见证着大地的新颜焕彩，在山乡巨变里描绘着最生动的幸福画卷。我很幸福，我就是真真正正的玩命新人了。新时代，中国电视事业迎来创作大繁荣，绘就了电视的万千气象，浇灌出文艺的百花齐放。电视无形，触摸着历史的厚度，丈量着梦想的高度，感受着人间的温度。电视有心，从人民中来，到生活里去，用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诠释着人民至上的精神归宿。电视是家国的卷宗，存档着时代的影像记忆。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电视是历史的纽带，接续着民族的精神谱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电视将铸就文化新辉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想拯中国，那出路只有一条。革命！啊！建国开泰！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劳工、军人，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捍卫祖国，爱我祖国，捍卫祖国。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救救这个民族，
世上没有救世主，要创造大家的幸福，只有靠我自己。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大家好，我是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看着荧屏上那一幅一幅画面，一个一个镜头，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是热血沸腾。我的感受特别的强烈，是因为我看着我们的伟人，我们的先烈，他们的精神依然在感动着我们。这个剧在播出以后，我看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烈士、陈乔年烈士、赵世炎烈士他们的墓碑前摆放的鲜花比平日多了许多。我知道这是我们今天的年轻朋友在用他们的行动表达对烈士的礼赞。我们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百年以前的那个时代，和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脉动形成了同频共振。我想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有人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我们的网友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你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明年会更好，未来会越来越好，一直好。这么好的日子，对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成为家人。家是外人拆不开的，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是幸福吗？若年华终将被遗忘，记得你。
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法，有多少。